昨天带他们在玩水的时候，没有走高速，没有经过卡点，带了一个类似密接的，为当地的那防部门的政府机关带来相当大的麻烦，一个自己带来一定的麻烦。特提醒广大网约车司机，乘客上车前认真查验行程码、健康码，做好信息登记，全员全程佩戴口罩。对两码异常和中高风险地区返红人员，不得承运并及时上报至红安县疫情防控指挥部。返红后向所在社区报备，并配合落地核酸检测。如果隐瞒不报，造成后果的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希望广大市民非必要不离红，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，认真履行好疫情防控的个人责任和义务，同心齐力筑牢疫情防线。